2016年10月2号，今天是幸福新加坡的第三天。我们现在来到整个超级树，也是滨海区的部分。现在所看到可以看到是最热闹的地方，你数看看有几棵。有些团员目前搭乘电梯到天空树、天空步道绕了一圈了。今天的天空非常非常的漂亮，perfect。好，先告一段落，拜拜。